刚才要阿妈来看嘛，阿妈年纪也大了，然后我也刚回国打球，然后她就很少看我打球，所以就想说如果有时间她就来看我们比赛。刚才要阿妈来看嘛，阿妈年纪也大了，然后我也刚回国打球，然后她就很少看我打球，所以就想说如果有时间她就来看我们比赛。对啊，而且上一次看我们比赛是经典赛。去年的时候，现场啊，对啊，现场啊，对啊，然后这是在大巨蛋，就比较就没有像外面那么炎热，就希望他来这里就是体验一下巨蛋的舒服的感觉，看球的感觉，对吧、啊？而且巨蛋也有那个无障碍空间的位置，觉得蛮温馨的，好好，对吧、啊？阿嬷都会，我们都会跟阿嬷，阿嬷都会帮我买球具，买钉鞋啊、布鞋啊、手套啊之类的，其实都是阿嬷提供给我们的，对吧、啊？只要什么东西都破掉，然后就会阿嬷就会帮我们买东西，对吧、啊？那很爱看你们现场，很爱啊，应该比电视，他在电视，他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已经很紧张，更何况看现场，他应该更紧张。他昨天不紧张死了？一定啊，一定紧张。他只要看手机都很紧张，而一二四就是我们打的，他就更紧张。他昨天见到你们兄弟还有多少？啊？还有多少？没有，还用眼泪跟我们说话。对啊，太久没看到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一年一见嘛。对啊，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，就觉得秀山就很见他一次。然后现在回来台湾，就第一场能见到家人，超开心的。今天有找姑姑来吗？有。哦，姑姑有啊。啊，姑姑今天有事，然后没办法来，就有点可惜。但是应该表姐、堂姐他们都会来看比赛。对啊，只剩那一区都卖完了。那我们都内也也就买了订了，我觉得都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一区。那你买几个位置？买几个位置啊？应该十几个，十几张，对吧、啊？